近期有个台式火锅新品牌席卷全台，火锅竟然可以吃出台湾热炒风味，热炒店餐点辅食吃到饱，还有皮花的炒菇，你看完你会想来吃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我们现在来到三重这里了，然后你各位啊，现在是下班的时候了，所以它在外面车流非常的多，声音很吵杂，各位请见谅啊。然后在我们身旁这家餐厅是三重的狂一锅，狂一锅它是主打台式火锅的一家餐厅，就像是我们上次在西门町吃到台式火锅店呢、啊，我是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是充满了特色啊。不过 OK 了，我们就一起进去体验一下它表现会是如何吧。Go！ 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。我们今天会来到这家店，是前几天啊，夏老板他跟我们说，夭壽，咱准备要走路啊。哎，头家，你怎么了啊？啊，你家己看啦。安呀喂！哇！老板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无，最近我有实在一个兄弟啦，伊是做食的啦，你甲伊帮场看卖啦，好不好？他虽然是一间单点的火锅店呐、啊，但是说他周边的食材啊，从蔬菜、火锅料，甚至面还有甜点。全部都是让你吃到饱的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先去拿点火锅的佐料回来，配着吃吧。好好，麻烦你。这个是猪油。
杯米酒。哦。好，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两个火锅了。那我们等等其他的配料上来后，我们就准备开动吧。各位啊，没有想到说我们今天能在三重吃到这种台式火锅啊。我们在这个寒冬闻到这个香气啊，我全身都暖起来了。我们先喝喝看这个蒜香蛤蜊锅的味道啊。你们有没有吃过快炒店的塔香蛤蜊？我跟你讲啊，它这个味道啊，如果再加上九层塔的话，那味道就一模一样了。只是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可以在火锅店吃到这种味道啊。我们再试试看这个烧酒虾。在白虾经过快炒过后，它的甲壳香与它的米酒还有药膳融合在一起。好险我们今天住在这附近的旅馆呢。只不过在吃火锅之前呢，我们先吃一下它刚送上来的现做料理啊。来吧，炸酥酥。欸，各位啊，我以为它这个是炸豆皮耶，就没想到它竟然是鱼酥耶。我觉得这种熟悉的味道我很喜欢耶。各位啊，我们今天是跟他点的所有的单点项目各一份呢。我真的很久没有在北部吃到这种带有稍微甜味的料理了。有酱油腌制过后，再加上些许的炸粉下去炸出来排骨。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家常耶。全部都吹落去了。哦，好啊，谢谢。为您上齐喽。哎，如果要饭的话，那边都有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刚刚点的最后一项单点料理也来了啦。我觉得说他今天蔬菜那边有提供升九层塔的话，哦，我们今天这个火锅就真的无敌了。是红糟吧？它这个炸鱿鱼有加了红糟吧？我们问满胡椒粉啊，还有他这边有麻辣鸭血啊。
哦，它这是有程度的呢。这时候如果能配一点啤酒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就会非常的完美了。说真的，他今天的这个加水罐也是啤酒罐吗？只不过可惜是他这边现场并没有提供酒精饮料，不然他这些快炒料理真的是你不会想要配点酒吗？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够味的麻辣鸭血，你各位啊，如果我们把最后的排骨酥都丢到火锅里，好像还蛮不错的呢。这蛤蟆经过蒜头饼烹后，这味道很香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肉片的部分了啦。还有他这个蒜酱油，店家他建议蒜3到5分熟就可以了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虽然说今天我们来到这家火锅店是单点店啊，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要钱的，可是它的表现啊，可能会比我们平常吃那种400-500元的火锅吃到饱来说，品质都还要好很多。但是这种单点跟吃到饱的选择啊，就真的是见仁见智了。只不过吃火锅的时候，怎么可以少了火锅好朋友蘸酱呢？我们给它蘸满满的。这个蘸酱我们刚有加它的特制辣酱啊，哦，那个味道整个麻劲一下就上来了，很可以耶。还有刚刚店家有跟我们介绍这个虾头啊，因为它有炒过啊，所以它原本的香气还留在上面，我们是可以把它丢回汤里面继续煮下去的。
好了，那我们刚刚煮的东西应该都差不多了。还有我们刚刚有煮下去的排骨酥啊，它也差不多了。原本排骨酥酥酥脆脆的外皮，经过火锅汤的洗礼之后，它现在反而吃起来有一种清爽的感觉。还有这边有萨马提丸呢，来吧，大白菜吃起来呀、啊！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吃完刚刚拿所有东西了，我们再去拿一些火锅料回来跟这些东西煮一煮吧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这回合哦，也是拿了一些火锅料啊，还有你们各位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一些羹汤啊？他们都会加那种鱼酥条下去啊，我就觉得它这个感觉应该也蛮适合煮汤的呢。还有在吃这种台式火锅，我们怎么可以少了我们经典的葱花蒜泥呢？啊，那这个虾子煮一下应该就差不多了吧。还有它这个是我们台湾的经典呢。还有我们刚刚煮的这些火锅料也差不多了。
欸，各位啊，我们把这煮下去之后啊，它原本从酥酥脆脆的模样变成现在是 Q 弹鲜美的口感呢。还有这个应该是鱼板吧，来吧，巨大萨巴鱼丸。你们有一次吃到这么大颗萨巴鱼丸过吗？那吃到这边呢，我们就要用这锅烧意面帮火锅做个最完美的结尾了。我们来吃葱蒜锅烧意面呢。好，那我们把刚刚最后的鱼酥条全部都下下去了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吃完所有的东西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去吃它的甜点吧。OK 啊，各位，那他这边现场有提供双麒麟啊。我觉得他这个双麒麟是一个非常好的起承转合啊，在这个燥热响宴过后吃这个双麒麟刚刚好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吃完点心的啦，我们等一下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外面了，只不过、啊。我们当天住在三重拍的影片，它的档案机毁损了，我们只好重新再来拍一次啊。不过 OK 啦，我们为这首歌找了这个码头，各位应景了吧？那我们来说说我们这次吃狂一锅的想法吧。狂一锅它是肉多多旗下的新台式火锅店，它跟肉多多不一样的是，肉多多就是用非常多的肉片给你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。可是狂一锅呢？你就是来这边点个一份固定的分量，你就可以优雅优雅吃完了。尤其啊，你是平常食量不大的人，你每次吃那种吃到饱，你都觉得，每次我吃到饱，我都是个赔钱货，了解啦。只不过啊，你来到这种单点店，你不用担心这种问题啊，
它的分量就是一个标准的分量。我是觉得以一般的成年男性来说，吃了他主餐的火锅，然后再吃上他旁边的副餐，随便吃吃 QQ 应该一下就饱吧。如果各位有吃过，麻烦在底下帮忙留言一下了。只不过我们今天这一餐虽然是由店长招待的，但是说他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帮忙转达你要来用餐务必要先定位，因为他们常常遇到客人晚餐的时候来吃都要排队，然后那边抱怨等很久。还有如果你问我说今天要这花三四百元回来这边吃我 OK 吗，我是觉得他的风格跟我们频道往常的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啊？我们好像常常都吃那种吃到饱，就是一肉到底，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。但是来到这边我是觉得啊，如果未来我们有幸就是有另外一半可以一起爱相随时哦哎、欸、来这边约会我是觉得不错啦，因为哪有人约会去吃到饱的，应该只有我才对吧那各位看到这边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。还有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频道会员或是利用超级感谢的功能支持我们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这样也认得出来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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